哎，先生你好。哎呀，这老胡，你玩什么呢？穿成这样。你上回都干滴滴了，我就不能当回门童啊？我跟你说啊，就是因为放走了宝姐跟阿静，这个小祖宗对我不依不饶。今天让我干那个，明天让我干那个，现在更过分了，让我站这个地方当门童。我好歹也是个集团副总，你说我脸往哪搁？也就是我内心强大。此时此刻，我想起了卧薪尝胆，想起了唐伯虎计入画府点秋香，甘当门童，对吧？大丈夫能屈能伸嘛。你别老装深沉，你赶紧给我想个办法。老胡，你别着急，这事儿不难办。我这就找潇潇谈谈去。太好了，我就说没交托你这朋友。哎，对了，别给我刮了。真把我当门童了？朋友？你说我跟姓胡的是朋友？这怎么可能？肖总，你一定搞错了。就算你和胡麻田没有什么关系，你也是陈家的人呢，你应该知道吧？我和陈家现在势不两立。最近新生发生了很多事，你也许不知道，我已经把宝姐和陈家静赶出了新生集团。我现在是新生集团的总裁。真的吗？我也是花了很大的力气才做到的。你我都有共同的敌人，俗话说得好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所以，我特地前来跟肖总见面，就是想真心实意的跟你交个朋友。但是现在的情况还不容乐观，宝姐在新生根深叶茂，陈家静也善于收买人心。你我如果不能及时联手，到时候你想替谢总报仇，可能就没那么容易了。这么说，帮总是有备而来的了。那说说你的计划吧。我是来给你送礼的。送礼？除了送给我陈家静，别的送给我什么我都不稀罕。我想这份礼物你应该会很满意。根据我掌握的信息，胡麻田可是你们海虎集团的大蛀虫。这两年里，胡麻田擅自盗用海虎巨额资金数十笔，还有他为了谋取私利，不惜毁了定好的三笔业务。你看，这些都是证明，他的一些私下交易就是跟陈家静暗中进行的，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。你回想一下，令尊中毒的那一天，宝姐做鱼成羹的时候，胡麻田去了厨房好几次，难道你就不觉得有问题吗？好你个胡麻田，骗到你肖哥头上来了。肖总，这份礼物还可以吧？方总，我有两件事需要你帮忙，如果你办得到的话，我就和你合作。你说。第一，帮我收拾胡麻田这个败类。我和他怎么说也算是亲戚，我自己不好下手，除非有实际的证据。这个简单，他的交易正本我有了，我一定会亲自交给你的。很好。另一件呢？第二，就是陈家静，这个更重要，我要你把他交给我，让我来亲自收拾他。怎么了，帮总？陈家静是你的弟弟，你不舍得对他下手吗？不是，只是我现在还没有他的消息。不过这件事情我也可以答应你，你也不用担心我跟他的关系，那我们合作愉快。他们陈家从来就没有把我当姓陈的看待，所以在我的心里，我也不会把陈家静当弟弟看待。肖总放心，我一定会把他交给你处置的。合作愉快哦。
王总，我真的很不理解，这个新的人员分配方案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怎么，看不懂？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。看得懂，是因为看懂了，看出很多问题。你不拿出来跟大家讨论吗？有问题的话，可以商量。我非常尊敬的帮总啊。这件事情我确实不太明白，我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。就我们这个部门总负责人，他是哪个地里长出一根野葱啊？啊，来管我，论资历论能力啊，他哪样能跟我比，哪样能跟能哥比啊？他凭什么负责我俩？就是如果宝姐在的话，她肯定不会这么分配。那二位的意思是想自己当这个负责人了？那当然了。夜思。好，你去把这个负责人的名字改成坤哥和能哥，一到五层交给能哥，六到九层归坤哥。好的。帮总，我觉得你分配不太合理，应该这五层归我，凭什么他多管一层啊？凭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凭能力。你有什么能力？哎，啊，领导知道。好，这样吧，要不咱们一人一半。便宜你。便宜你了。老聂，待会儿按计划行事。我去拿证据，你去把人引开啊！好。哎，老朱，怎么每次把人引开这事儿都是我来做啊？是吗？你想想啊。那好吧，那下次我来吧。你每次都下次，每次都下次。王总，改好了。嗯，改好了就给坤哥能够亲自吧。好的。看着没，这就是争取啊，争取就能得到。这不是你争取的问题，我刚才没讲吗？这是因帮总慧眼。二位，想好了？想好了。看好了？不用看。同意了？同意。后悔吗？后啥悔？后啥悔呀？这是帮总看得起我们，感谢还来不及呢。非常感谢帮总啊！之前我们还误会帮总了。哎呀，好，签完了。给他们发东西吧。好的。看着，还能得东西，将来在帮总的领导下，我们新生啊会越来越好，啊。二位负责人，请吧。帮总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对呀，一到五层，能哥负责。五到九层，坤哥负责。不是，不是，我们负责什么？就让我们去打扫卫生啊？保洁呀？这不都说好了吗？想好了，确认了，字儿也签完了，也不后悔。嗯？不是，帮总，你这么做事，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我们大小也是元老吧？坤哥，能哥，我也不想，这个是你们自己争取的。不是，
我们争取也没争取这个呀。行了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问题的话，就散了吧。哎呀，走吧。哎呀，走吧，走吧，走。散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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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散了。哎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哎，走吧，走吧。走了。啊，嗯。来，这五成我都给你了，行不行？凭啥都给我？你不争吗？谁争啊？你争了。人家说给我五层，你要说少一层非得要，那五层这回就给你了啊。咱俩现在说这有意思吗？啊，你那能耐哪去了？不是大师签字前为什么不好好看一看？你问我呢？我不问你问谁啊？我还想问你呢。你问我啥呀？那我不看你也不看。那你说你都不看了，我怎么说我好意思看呢？好像就我不怎么我就不是物啊？不是，你怎么就老跟着我？这你这辈子是我的影啊？我什么叫跟着你？你我愿意跟着你啊？现在是无形当中把咱俩就绑到一起了，咱俩现在是一个绳上的蚂蚱，谁也蹦得不出去。这次属于马失前蹄，谁都有失误的时候，常在河边干，哪有脚不湿的？你这回这脚湿大了，知道不？现在咱俩是什么啊？咱俩现在是啥？你说。总负责人呢？负责啥呀？扫地呀，擦地呀，打扫卫生啊。不管啥咱得也负责呀。我发现你心是真挺大呀。你不大咋整啊？干活。哎，给我留一个。老聂，该你上场了，去把他们来引开。看我的吧。哎，那边还有点吗？哎，好。兄弟们，干活呢？对呀，干活，有点眼力劲儿，过来帮把手啊！好啊，我来帮你们来。大热天儿，你看出这汗，来，看啊，这里啊，这块儿，这块儿，这块儿啊，这块儿。咦，你干嘛？哎呀，别急嘛，大热天的，我帮你来。嗯，这样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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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拖一拖啊！哎呦呦呦呦，你是不是有毛病你？哎呦呦呦呦！站住！站住！歇会儿，歇会儿。哎，歇啥呀？还这么些没整呢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哎呀，你说堂堂的三朝元老，沦落到这种地步，哎呀，要么说你说啥好呢？咱俩这还一通争，这五楼你也要，我也要，这以后都给你，你要吧？我不要，都给你吧。哎，我算看出来了。这个阿邦啊，不好对付，咱俩碰上硬茬了。我跟你讲啊，能哥，你说到这儿了，我还真得给你提个事儿。我这个人呢，有时我好琢磨。哎，说，你发现没有？你发现最近有一个事儿怪不怪？啊，宝姐被抓，嗯，阿海出事儿，你说这都是巧合吗？啊，我告诉你，阿邦这小子绝对是不简单，深不可测，所以说咱俩现在就别再你争我斗的了，咱们什么事得注点意，要不然容易把咱俩都打进去。
就别跟他拧着来哈。还拧啥呀？那也得长个心眼儿，偷偷的看看他到底是啥人。啥都别说了，咱就是走一步看一步，看呗，见风使舵。干活吧。哎。最近流行玩失踪吗？阿静不来上班了，总裁怎么也失踪了？陈家静，总裁也叫家静。新生集团的今天，离不开诸位的努力。我向你们保证，只要我加班坐在这个位子上，大家的福利和待遇只会上涨，绝不下调。这次的人事调整只是在原先的岗位上增设了一些监督协调机制，希望呢大家能够理解。我想问一下啊。哎，你干嘛呀？那个帮总啊，这个大浪家里呢有点事儿，他想问一问呢能不能提前走。因为刚才呀，帮总你讲的非常透彻，我想大家听的都非常明白，只有智商偏低的人他听不懂，是不是大郎啊？是不是？哎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我那个家里有事儿。这样吧，我呢讲几句。刚才咱们帮总的讲话非常精彩，安排的非常合理。我想帮总肯定是这样想的，我也是这样想的。说一个公司想发展壮大，必须得有新鲜的血液注入，是吧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吸收人才，这样我们的公司才能越走越远，越走越宽，越来越辉煌。那么我们这些老人是吧，曾经虽然说立过功，但是毕竟年龄偏大了，这是事实。可是帮总给我们安排的非常合理，我们不管在哪个岗位上，我们的工资待遇在原基础上，只能上调不会下调。你想一想，这样的好领导，这样的好总裁，我们上哪去找？我们为了帮总给我们安排的这么好，我们应该给帮总以热烈的掌声。怎么，南哥，嗓子刺挠啊？是不是刚才你对帮总的安排有什么想法，认为帮总安排的不太合理呀？如果你觉得不合理，你可以说啊，帮总说了可以畅所欲言。你给我少来这套，我挺服你呀。服什么？就随风倒啊，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，这可能是你的专利了。我的妈呀，我都替你脸红。是吗？阿静在的时候那老总老总叫的老欢了。嗯，帮总来了腾家跳出来了，
又拍帮总的马屁。我和你不一样，我早就说过，阿邦才是当总裁的唯一人选。这是和平年代，要是战争年代，你第一个是叛徒。嗯，不对，我应该是……等等等等等，你给大家解释解释，这份客户资料是怎么到有凤公司的？我还想问问你们呢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大家都知道新生的客户是怎么流失的吧？不，撬走公司的客户，去养自己的公司。那，这那有分公司就是他自己开的。助手，你对阿静的忠心，我十分的钦佩。但如果你要和阿静一起在这里吃里扒外，和整个新生集团作对，那你，那么对不起，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，这一次。绝对是我能够容忍的最后一次。你，助手啊！我本以为这些事情只有阿坤这样的人才能做出来，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你这种人也是一个吃里扒外的货。能哥，我不是啊，我是好人，他才是坏人。陈家帮，小人忘恩负义，挂了血耻。你看，他们果然早就串通好了。说吧，在哪里可以找到他们？你确定你要找他们？当然，我要亲自为老谢报仇。果然是虎父无犬女啊！这是从他公司邮箱里面找到的，写给米瑞公司的辞职信。也很清楚阿静是个什么人，他对这个内衣公司很是尽职尽责。我猜他一定会去米瑞递上这份辞职信。你再替我猜猜，他什么时候去？有这二位给你带路，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找到他。邦哥，想不到你也这么恨他。恨，谈不上。不过，事情都有个对错。那到今天这个地步，我也没法继续袒护他了。我只是希望你，不要因为愤怒而丧失了理智，为了他，惹上不必要的麻烦。气人了，我这辈子就没有干过这么窝囊的事儿。哟，老朱啊，最近脾气见长啊。总裁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呗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懂吗？好汉不吃眼前亏。哎，我说老聂，你当初从坤哥那边投奔过来，你说是弃暗投明，我看你也是不吃眼前亏吧。你说话可得负责任啊，我的忠诚是老大亲自验定过的，懂不懂？我最起码比你靠谱。你比我可靠？哼，这笑话，我从小跟老大一起长大的，你能比吗？这个老朱，你最多算个童养媳懂吗？是因为老大小时候没得选，所以才选了你，我才是明媒正娶的助理，平时我都是让着你。 OK， 童养媳？你说谁是童养媳啊？你给我说清楚了。你老大，你总算来了。老大，米瑞不能再去了，咱们被阿邦跟踪了。我告诉你们啊，是这样的。老都在呢。啊，给我抓住他们。
跑！哎，别跑！站住！哎呀，给我立正！别动啊！我可练过啊！我打！我练过啊！啊！你打我！啊！你给我等着！老尼，老尼，别动！老尼，看来胜负已分。哎，装的！哎呀，哎！潇潇这身手真不错，办这事儿倒挺利索的。帮总，从今以后，新生那边再也不会有人跟你争这个总裁了。你最近呢又赶走陈家靖，这算是又立了一大功。现在的你呀，是两边左右逢源，哪像我胡某人呢，里外都不能算个好人，啥也落不着。胡总啊，瞧您这话说的，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我已经把右峰所有的股份全都转到你的名下了。彭总，你说的这些话是真的？不信你可以去问问你的秘书，看我阿邦是不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。哎呀，这不用不用问。彭总，咱们两个一辈子的好朋友，这点信任还没有吗？啊，一开始我就说过，我要的只有新生集团，海虎跟右峰我都没兴趣，全是你老胡一个人的。现在我稳住潇潇，日后你就可以轻松地将他踢出去。哎呀，邦总，你这么一说，我突然感觉我自己呀，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眼睛小也看不清乎，以后不会有下次也。你知不知道，胡总，我现在有多羡慕你啊！你现在什么都不用做，待在右峰享着清福，哪像我呀？还得收拾新生的这个烂摊子，还得在这儿被你怀疑着。嗨，怀疑这事绝对没有，咱们俩什么关系？一辈子的好朋友啊，对不对？怎么可能怀疑呢？哎呀，不过啊，确实有点小激动，有点心花怒放。邦总，咱们公司啊，从成立第一天起，我就把这个招财金蝉摆在这儿了。听说这玩意儿啊，在天上犯了天规，被玉皇大帝贬到人间。不过呢，这嘴里有一个能种转动的铜钱，据说谁要是转动这个铜钱，就能赚到钱。哎呀，我就一直默赚，这不钱就来了吗？哎，来来了，邦总，我敬你一杯。又是阿静，还是发的邮件吗？电话也不接，信息也不回，每天发一封邮件。学姐，你说阿静他会不会是跳槽了呀？不会的，他一个设计师助理，谁能用他呀？那他不会是被绑架了吧？萌萌，这被绑架了怎么发邮件呢？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呀？我觉得呀，他现在可能有重要的事情在忙，等他忙完了，说不定会联系我们呢。你就别乱想了。
进。胡总，您找我。丽丽，这给你的。胡总，我不是这种人。哎呀，你想歪了，我也不是那种人。这是给你的奖金。奖金？我才来工作不久，怎么这么多奖金啊？哎呀，我现在不是有钱了吗？我有好多好多钱，不光给你奖金，公司的每一位全都有奖金。你呢，待会儿列一表报给我，我给大家发下去，让大伙给我高兴高兴啊！你先拿着，来来来来来，别不好意思，必须拿着，快快快快快！哎呀，你说这个小可跟贝贝啊，这个时候辞职真是没眼光，他要知道发这么多奖金，肠子都得悔绿了。你赶紧过去吧，算算啊，快快快快快！胡总，这个用不用跟邦总说一声？跟邦总说什么？我今天正式告诉你，不要再提邦总了。以后所有的大事小情，我胡总一个人搞定。OK？ 嗯，可是胡总，咱们公司现在已经没有钱了。没钱吗？不可能啊！真的没钱了。丽丽啊，这个公司运营啊，不能没有经费啊。嗯。啊，你这样，你听我的，这个钱。哎，胡总，胡总，哎，你哪？哎呀，这个，这200块钱你先花上啊，剩下的下月给你，啊，你得过去看。哎。打开保险柜。验证通过。好你个陈家包，钱你陈家包全一走，账记在我头上。里边东西呢？东西呢？哦，邦总前天好像来过，然后打开了保险柜，好像拿了什么东西走，快递了出去。快递到哪里去了？快递到哪里？好像是海虎集团，海虎集团，对。外面有人找，不见。可是，他说是海虎集团的，还说务必见到胡总才肯走。赶紧拦他门外，快挡住！是是是。你现在就是胡总。哎，我胡总。徐江路87号，没错呀。哎，哥哥，哎，你好，上机吗？身份证。哦不，我想问您，这是徐江路87号吗？是啊。哦，嗯。这，我们这不招人。哦不不不，我想问您，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没见过。不会啊。家庭住址徐江路87号，您再仔细看看吧。你先自己好好看看吧，这是网吧，你朋友住网吧吗？你们这个网吧开了多久了？多久？你这朋友出生之前，这儿就已经是网吧了。
妹子，我看你是被网友骗了吧？连人家住哪儿都不知道，找了份简历就来找人。你们这种玩网恋的，我可见多了，总以为爱情就是力量。原来我对家境居然是一无所知。小城里，我从未忘记。过掉下眼泪的，不知多夜的酒，让我依依不舍的，不知你温柔一路。走错了。哎，胡总，别来无恙啊，你这办公的新环境很是新颖。你这个王八蛋，有你这么背信弃义出卖兄弟的吗？如果我落在他们手里，我第一个供出的就是你。你供我？拿什么供我呀？老胡，几日不见，这脾气倒是见长了不少。你说，海虎的人，警察，他们是会相信一个你凭空捏造出来的同谋，还是会相信一个证据确凿的指纹呢？哦，啊，王兄弟，哎呀，刚才我都跟你闹着玩的。咱们两个是一辈子的好兄弟，对不对？一辈子的好朋友，是吧？朋友的情谊呀，比天还高，比地还辽阔。那些日子我们一定都记得，对吧？我当然记得了，咱俩就是朋友。你说这个破地方，这是你胡总能住得下去的吗？兄弟，我于心不忍呢，所以我亲自过来，一定要带你离开这儿。Where are you taking me？ 你要带我去哪里？回家。大总。哎，干嘛？啊，哎，哎呀，阿邦，你个王八蛋！阿邦，你松开我！阿邦。我只盼望你能够了解我，陪我谈心，陪我唱歌。你就像天使，不让爱逃脱。我只希望我不要再退缩，为你写了这首情歌。你就是天使，守护你和我。你就是我的星光，在夜空闪烁。只要一点点温柔，就让我快乐。想你在每一刻，就在这一刻，解开我心中的锁。我愿变成一颗星，陪着你闪烁，呵护我们的温柔，再也不
只希望我不要再退缩，为你写了这首情歌，你就是天使，守护你和我，你就是我的星光，在夜空闪烁，只要一点点温柔就让我快乐，想你在每一刻，就在这一刻，解开我心中的锁，我愿变成一颗星，陪着你闪烁，呵护我们的温柔，再也不寂寞，想你在每一刻，就在这一刻，点亮了爱情的火，我愿变成一颗星，陪着你闪烁。